大家好，这里是 WorkLife AI Lab。最近大家是不是也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很多吉普力风的 AI 名音图呢？这些图片其实来自 OpenAI 在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最新试出的 ChatGPT 4o 的图生图功能。这是 OpenAI 免费开放给 Pro、Plus 以及 Teams 的订阅会员使用，导致大量的用户疯狂测试，甚至让 OpenAI 的 CEO 都发文说：“我们的 GPU 快要被烧坏了。” 目前 Chat GPT 4o 的图生图功能已经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场景，包含漫画的制作、PowerPoint 的简报运用，以及资讯图卡的设计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在社群行销的商业运用上，这是我们要实测三个不同的运用场景，看看 AI 如何根据图片进行风格的转换、内容的生成，甚至未来可以帮助到品牌的行销上。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就是菜单的设计。 那首先呢，我们要给 GPT 说一下说，说我们想要做哪些的菜单设计，要上传一些图片。那我发现 Four 呢，非常的聪明，就是不一定要是正儿八经的白底图，也可以是日常拍照的一些图片。我先来找一下本周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啊，我找到了。首先呢，我们来跟 GPT 说，我们要设计一份菜单。那左边呢是皮蛋肉松蛋饼。 然后价格是六十五块钱。那右边呢是有一天的午餐，是吃鸡块咖喱饭。然后旁边呢又有一杯手摇饮。那我们先给它一个价格，鸡块咖喱饭是一百三十五块，然后搭配一杯奶茶是五十块。那看看它会生成出什么样的东西。真的，如果现在不拍照的话，都会忘记自己一天到底吃了什么。 那我们先送出看一下，GPT 会给我们要什么样的菜单？OK，第一开始的版本呢是一个文字版本，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们是店家嘛，所以他还特别给我们出了一个套餐优惠组合，主餐加奶茶现折十块。 然后有问我们说，我们想要什么样风格的图片版菜单？是想要简约风格、文青风，还是日式风格？那最一开始呢，不要给他设定那么多，我就是先看看他预设会是给我们什么样的菜单，就写图片版的菜单好了。先礼貌的谢谢他有想到这个套餐的优惠组合，但我想要的是图片版的菜单。 那看看他预设出来的图片版的菜单的排版，诶，好像还不错。他写美味早午餐菜单，然后他最厉害的是，我没想到他把饮料搭配的奶茶也独立出来了，而且他的感觉跟排版呢，其实有一点点的温馨。 有一点家庭小店的感觉。那我接下来想要测试不同的风格，先赞美它一下，很不错哦。但可不可以把它做成是手绘风格？那我们看看它手绘的感觉。哇塞，好像素材一样，我自己是画不出这种风格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它这个手绘的质感也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我们细品一下图片上面的细节的话，可以发现，诶，它这一个蛋饼怎么画的有点像玉子烧？ 我在想，它可能蛋饼的模型数还不够多吧，然后再看一下说它的价格，它的价格标记的话，五十块、一百三十五块、六十五块，数字虽然是对了，但是你可以发现说它一百三十五块比较靠近那个饮料。那如果我是个人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呃，好像是这个饮料才是一百三十五块的标价，那这一碗饭是五十块这样的感觉。然后再来看到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呢？ 嗯，他这个不知道是写的是勾芡肉松蛋饼还是还是还是什么蛋饼？我们原本的蛋饼是什么？啊，我看到下面有一个他用拼音去注记的这个部分，他是写皮蛋肉松蛋饼，代表说他拼音这个英文字的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它中文字的部分呢有一些缺失，而且它肉松的松好像也不是我们台湾比较习惯的那个松，对。 然后鸡块咖喱蛋包饭的话，虽然这个字是对的，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起来的话，那它的鸡块的鸡跟块也不是我们常用的字体。 但是这些错误呢都无伤大雅，这种靠后期去排版，重新排版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第二个案例。根据第一个案例呢，我想到手绘风格经常运用在 FB 的贴文。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FB 的贴文，然后想要是手绘风格。那我们现在呢，先给他一个行销场景。今天是一个网红医师，现在有许多医师想要打造自己的 IP。那这样的一个医师粉砖呢，可能就会发很多类型的贴。 贴文，例如说，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烦恼之类的，身体上面的烦恼？那一般这样子的一个意式贴文呢，一般我们会搭配一个比较温馨的手绘风格的，呃，一个素材。 普遍素材，这样比较容易让消费者看得进去。好的，那现在呢，我们请 GPT，呃，跟他说我们要生成一篇 Facebook 的贴文，然后是要有手绘的风格，一个女生长头发，然后最近呢有掉头发的这个困扰该怎么办？那他也是跟刚刚一样，他先生成的第一个呢是一个关于这个插画的建议跟这个贴文的建议。 那他有追加询问我们说，是不是要加上品牌名称跟 logo？那我们说不用，先需要请他生成一张插画风格的图片。好，可以看得出来，他生成出来的插画风格的这一个贴文图片呢，非常不错，具有故事性。他还有一个简短的文案，就是“钓法怎么办？要不要看医生？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但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医生的医这个字还是有一点错误。不过，他整体的排版效果都非常的。 错，就是其实 F B 的贴文的话，在行销上面，日常的贴文是比较希望能够跟粉丝进行一定的互动的。像这种插画风格的素材呢，就比较平易近人，就比较能够达成说跟粉丝之间的互动，也感觉说啊，好像是真的有这样的困扰。日常生活中，我好像也有这样的困扰。 好的，那刚刚我们测试完菜单的设计跟 FB 粉丝贴文的设计，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也就是大家一般做珠宝饰品的厂商非常想要做的，就是有没有办法呢，用图生图的方式将自己公司的饰品产品。 然后跟这个四欧所出的这个人物 model 做结合呢，因为像这种饰品啊、商品啊，很多客人会询问的问题就是：哎，这个试戴起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般做这样视品的珠宝的厂商都会需要一些呃人物的 model。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四欧对于这部分的人物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一样提供一张商品照片，然后跟他讲一下说，我们就是想要发在 FB。 上面的文章，那年龄客群大概是三十岁到五十五岁，男女比例相当。那客户一般呢，他喜欢公司的产品是因为喜欢它的品质，然后因为这是纯天然的珠宝饰品。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说这样子的文案下面，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画面跟风格。 那一样在产出图片之前呢，是会先给出一个 FB 的文案跟文章。那他还会说一些图片上的建议。那他会继续转问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合作成是你想要发文的图片？那需要帮他设计吗？那接下来才会回到说是图片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跟之前不太一样，我们有一个实际厂商的产品照片。 那这次邀请他，就是另外要加入一些厂商的 logo 跟他的呃品牌名称。那我们看到说，OK，他第一张生成出来的图片呢，是感觉这个图片蛮适合做呃 FB 或者是 IG 的线动的这样的文案跟文章的。然后它大体上的话，文字像这么多的文字的话，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并不是那么精确。 但是他对于大方向的理解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可以发现说，他其实有稍微变动了一下厂商提供的商品图片，他多加了一层自己的渲染。那我们要请他说再重新制作一个图片，那可以发现说，他 logo 除了英文以外，基本上全部都跑版了。然后他的创作风格呢，维持，因为我们刚刚。 都是手绘风格，所以他的图片创作风格也理解成说我们要的是一个手绘风格。所以我们这里要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个实体的真人 model。喂喂喂，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想要找一个实体的真人 model 来试戴这样的饰品。那 model 呢最好是亚洲的男性或女性。那年龄层呢，我们也给他设定一个年龄层。好，那我们设定的年龄层呢是在三十到五十岁。 那可以看得出来，它产出的这个 model 呢是有在符合我们对于年龄层的想象。那撇开说它 logo 的位置不太对之外呢？ 他可以发现说，饰品穿戴在这个 model 身上的话，也比较没有违和感。但是我拉近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说，它孔雀石的表层纹理已经被它渲染的不是像原本那样子矿石纹理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是珠宝厂商或者是呃饰品厂商的话， 呃，这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全抠笔来用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今天想要知道说这个商品如果戴在自己手上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许就是可以用试欧来尝试看看。但我自己个人对试欧有这样的表现力，已经觉得非常好了。像是市面上其他生图 AI 绘图工具，例如说前几节课我们一直提到的 Midjourney。 Me Journey 在很多表现、生图表现上都非常的不错，可是如果是运用到饰品类的穿戴的话，它就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呃，Me Journey 生图的话，其实这个 AI 比较难理解说什么是人，那什么是饰品，然后如何做一个穿戴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比较难去区分这件事情的。所以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想用 Me Journey 去产出一个 model。 这是非常简单，可是要用那个 model 又跟我们的视频做结合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是一个阻碍。但是有另外一些工具，像是 Stable Diffusion 搭配 Control Net，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呈现，但是工序就比较复杂。好的，这就是今天影片的分享。我们从三个实际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Chat GPT 四 o 的图生图功能在多个领域上，无论是从简单的生成菜单、社群贴文，还是珠宝电商的图片，这项技术呢都能够快速的帮我们建构一个具备设计感的内容。但是，尽管呢它的功能强大，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说，它的中文字还是会出现一些错误，那还是在细节上面呢会出现过度渲染的情况，以及排版的某些不规则之处。但无论如何呢，都没办法否定说 ChatGPT 4o 这项图生图功能在创作上的效率。好的，这就是今天影片的分享。喜欢影片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